为辛芷蕾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张和李现、雷佳音的合照，并配文：我们组的男演员真的太帅了。照片中李现和辛芷蕾穿着同色系外套，一个帅一个美，同坐在雷佳音身上。据悉三人正在拍摄电影《古董局中局》，可以看出剧组的日常十分欢乐。前段时间辛芷蕾还在网上晒出了一组自己和雷佳音、李现三人的合照，并发文写道：刨土前刨土后艾特的电影《古董局中局》和其他两个人，这三位的合作都是有着精湛演技的实力派，相信等这部剧拍摄结束后上映时会有精彩呈现。不少网友都抱有很高的期待，照片中李现和雷佳音分别站在辛芷蕾的两边，画面很是养眼。李现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色大衣，内搭白衬衫领带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，颇具有绅士气质，帅气又流行。而辛芷蕾和雷佳音也是气场颇为强大，高冷范儿十足。